对军事模型来讲，就是我们第一步就是收集资料。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做一部车，我的那个书桌前面可能有这几本书，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本，可能甚至更多，我没有把它全部放上去。那如果你越是喜欢，你可能收集的资料越多。那现在一个好处是说，其实这个书都蛮贵的，这是真的。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免费的资料，只要你愿意找，应该就收集得到。那再来就选一个好的一个套件，因为你选一个好的套件，这个套件如果是正确的，是第一点，第一点。因为你当你做完之后发现做法出不对，那一切都太迟了。例如说，讲一句最简单的，发现这个车子长度不对，怎么办？你要把它切太长的，你要切短。太短的话你怎么办？那几乎是没办法救，你只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慎选这个组件是非常重要。那好的组件，你可能都是不需要什么改装套件，你可以很顺利把它完成，就可以做得很好。那我们的 AMV Club 的东西事实上就有这个特征，它事实上对初学来讲，对初学者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可是它事实上是做得非常精密跟正确。那再来就是工具。那各位看到，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快40年，年都40年，可是我的工具不会非常的复杂。各位看到，在这次就是简介导文里面，也有准备砂纸、木块、雕刻刀，然后这个是所谓的自模袋，我想可能有些比较年轻的人不知道什么东西。事实上，它是就印的一个塑胶条和一个背胶。那美工刀是一定要的。那再来就是一个洗手间，然后这个。手指要转，然后再来就是两种，因为需要不同的粗细度。那你看，你们可以买一组套装的一个砖头组。那其实工具哦，不一定都要买现成，甚至是所谓的名牌，你不需要。最好是你自己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这些工具。那像这个例子，事实上这个也有专卖现成，就所谓的打磨棒。打磨棒，因为你砂纸本身它的强度，就它的硬度不足，所以打磨的时候，你要打磨棒的话，事实上磨出来的东西不会平整，甚至会偏斜，磨不偏斜。那打磨棒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你买现成的话嘛，磨完就这根棒就丢了，那不便宜。那你如果是找那种所谓的适当的砂纸，现在砂纸的话，一张一般买行情是大概5块，10块到15块，这么大张，就大概一个 A4 的大小。要切成长条之后，用这个东西应该是所谓的他们的搅拌棒，或是医疗用的那个手压舌棒，甚至冰棒棍子都可以的。那像这个就是所谓的圆形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找不同的木条。那大部分最常用得到的就是所谓的冰棋棒，你把它去头去尾，它就是一个棒子。那再不行很简单，不同的粗细的胶条也可以。那个东西毕竟都是平的东西。那再来就是，我也没有买所谓的专用的什么模型剪，这个是我去电子材行找到的，就是所谓的不锈钢剪。那我为什么特别钟爱这一把？因为它不会生锈。它只要你是拿来剪塑胶，它这把是永远不会生锈。各位看到，它的长条部分已经生锈了，不知道它的刀刃永远都是光亮无瑕。那重点在这边，事实上因为这个。电子剪它考量到你剪的东西的那个材料的硬度，这个东西它是建议说你剪塑胶或是剪那个0.88mm 的那个铜线，所以是够用的。那我就把这个洗口层尖端磨到这个尖。那么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因为它你看，因为事实上我们需要剪的这个位置哦，事实上是很非常窄，甚至有些是窄到伸不进去，或你没有磨伸不进去。所以你经过自己加工之后，你90%都可以光一把剪刀就可以，这种剪都可以把它剪下，你不需要用美工刀去切。那剪下来之后，为什么离那么远？因为我想说学过力学的知道，它硬硬会集中在这里，那这边像那个塑料表会裂开，所以你为什么要离得很远就剪它？就是因为剪的时候力很大，你可能会把那个塑胶把它剪裂掉，你裂掉之后再来修，就是花更多时间。所以我宁愿接远一点，那这样你们都要把它削平。削平之后再把那个水管全部磨，这个部分很重要，很多人懒得磨。所以你发现你拧起来之后，上胶拧起来之后，你怎么一个缝？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剪断那块部分不够，就这里不够。
年起来就可能会有缝隙。当你年到没有缝隙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补土。那再来，因为它这个车子里面有，它是要做很多款的一个设定，所以它会有多余的一些标线。那你可以用记忆笔把它标示出来，你能切错，那把它切掉，再来。那后面是在这里，这重点是在这里。他们讲说磨到什么程度，各位可以看得到，我的手指变得这么大，这个至少是15倍以上放大倍。磨起来之后，就是可能磨到很沉。那这个东西是用来考用的东西，这个不是用玉米。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你去选就管买那个过滤器上面的玉米就可以用，或者是冷气机上面的玉米也可以用。它的目的就是说它可以有挡风的功能，因为它本身不会太硬，不要用拆刮布，因为拆刮布里头有一定的颗粒，你一磨下去之后会磨出很多痕迹。它用这个刮光的话，各位看得到，它这个好像就不整存在，可以磨到非常的。各位看得到，这就是这个材料的好用，然后又便宜。所以模型你只要适当的去寻找材料使用，不需要花很大的钱。那在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一定要做的，而且很烦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那就所谓的灯模线，因为模具上下结合之后，就会出现一条线在上面。那你可以用笔刀直接把它刮除，那没有办法刮除的，再用我们的方式去把它弄掉。那万一东西很小呢？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这个比例，我的手指这个比例，这个东西可能比一颗米粒还小。所以你如果把它剪裁下来，再刮那个分模线，几乎是没有办法操作。那方法就要变动一下，你把那个框架剪下来之后，先加工再把它切下来。那万一说你看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接口这么近，甚至我刚才那个剪刀经过加工之后也没有办法成功剪，因为你剪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当时就断了。你再补的话，花更多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拿一块木头，然后垫在下面，然后用这柄笔刀直接把它切削下来。好，那再来就是，如果说射出零件的面比较厚，那就直接把它刮。这个东西都是用一点点功，可是你做完之后的效果是很明显。那因为我是要做情景，所以当时我就想到说，我要用个螺丝装在下面，到时候我直接把它锁在我墙上，这样它你再怎么搬它就不会掉。所以你把情景倒过来，它也不会掉下来。那再来就是这个部分就是简单的改造。事实上我也会改造，可是我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因为台湾人可能很辛苦，很没有时间，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是要选择你做了之后有很明显的效果的部分，我才会做改造。那像这个部分是很容易改造，那我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要做所谓活动式的悬架，因为真车事实上它的悬架是可动的，就是它因为不。那个局限物品，它的悬架会移动，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改造来把它再现出来。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把悬臂上面这个严格的那个点，这个凸损这个部分把它消除，那中间钻孔，然后把插上这个铜线，然后伸过来之后折弯，它的悬架就变移动。可是我留第一根跟最后一个是还是把它粘死，为什么？它老是说，你放在地面，它就维持车辆应该有的高度。你不能全部改，你一改的话，全部都改，它可能一放下去就贴到地上去。所以我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维持在正常那个行驶车辆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你各位看到，我们这是挡风棒就有上场。像这个炮，这是炮地锁机这个部分它是左右分明，拧起来之后，中间会有明显的线。这个时候你用砂子绝对是磨不好。是用什么方式？就用自己的自制的打法，就把它。那再来就是说，在上胶粘合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所谓的预阻。那预阻的目的是让你发现问题。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预阻，你就把它上胶，一粘上去就是一个缝这么大，那怎么办？你要补土。可事实上各位显看得到，事实上它是有这么大的缝，是因为它上面跟下面这个角度不稳所产生的。你硬把它粘合的结果是，它事实上都已经偏离原来的正确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把它修正好。那我就把这个偏离把它消掉，把这个部分把它粘合，那之后就完全硬。那再来讲到胶水的部分，胶水的部分基本上最常用就是这几种胶水，这个是瞬间胶，这大家都知道。
可能各位比较困难去找就是这个了。我常叫它老鼠尾，那有人叫它是坚决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你的顺天上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呢，根本几乎是很难使用。那再来就是一般的模型胶水，那再来这个就是硒胶水，那这个就是所谓白胶。那这四种胶水都有自己的用途。那基本上模型胶是高粘度的，它必须笔刷来涂。那它好处是说它干得比较慢，所以涂完之后可以把两片剪再把它拿下来里面，这是它的用处。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粘合之后 的那个牢度非常的好。那一个条件，表面不能够有油漆，一定要没有油漆的情况下才可以。那还有，如果你是 ABS 的话，这种胶水不能用，因为这个东西融不了 ABS。它只能用 PC 的塑料可以用。那再来，这是所谓硒胶水，这个是近大概十年以后才出现的一种胶水。啊，它的好处是说，它基本上只是一个单纯的溶剂，所以它的渗透性很强，就跟水一样，你只要一小缝，它一渗，它就渗进去。所以它的好处是说，这里面你的零件面额不够，你先把它加补上去，然后再用这个所谓的像面向笔一样的一个涂布剂，这样粘了之后涂上去，它会渗进去就没了。然后它这个东西它基本上不会留下痕迹，你粘了之后就让它外溢，也不会留下痕迹。你只要手不要去在它未干的时候去摸它，就涂它不会留下痕迹。然后再来，我们瞬间要什么时候要用？这个时候非常大，你夹住之后发现说这个东西角度有问题，就是啊，你如果强行把它压住的话，事实上它可以密。这个时候传统的胶水没办法，因为它干燥速度慢，你跟涂上去之后一放开它就会粘开，又会把它涂开，所以涂的方式跟瞬间就要求，就像这样子，坚决器这个时候快上用，你就顺着这个缝一滴上去，它就完成了，很快，瞬间完成。那其实瞬间胶哈，如果你会用的话，小缝也可以拿来，最后需要补涂是这样子。你只要那个缝很小的话，瞬间胶可以拿当补涂。那瞬间胶当补涂用的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它是所谓的一种固化性的一种胶水，它不是溶剂型的，它等于是硬化之后体积不会缩，所以你传统的涂涂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说，过个几个月之后它要陷下去，那就是因为它随着它时间放长之后，溶剂一挥发，它的适当涂涂的体积会缩小更多，所以瞬间胶就有这个好处。你只要小缝涂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讲的药到病除就是见效。有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我跟你讲，基本上这个东西是可以减缓它，没有办法避免。那一个你会常堵塞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的瞬间胶用完之后无法。那没关系，你用了之后，如果上面还有那个一节一节在上面的话，你就这样子拿起来这样动几次，这样都下去。那你尽量给它放直立就可以了。基本上你这样一条至少可以用很久。对。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的胶水本身要新鲜。瞬间胶的一个购买瞬间胶第一个要件就是说，千万不要到文具行买。那瞬间你买回来撕的大概八九十块快过期。对，不是它不会干掉，它变得很浓稠。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流不回来。如果你眼睛吸它跟水一样，它就很耗油下来。所以最好就是你去比较大的一些，你知道它卖量很大，或者是比较有这种熟识的，我都在模型店买，我一次买6瓶啊。买了6瓶之后，如果你开一瓶就拿来用，另外5瓶拿去做胶吧，至少可以让你用用用。好倒霉，可是你要第一个原则要等到它干。那现在瞬间胶基本上是这样子，你越新鲜，它流动性越大，它干得越快。你滴的越多，它干得越慢。如果你不新鲜，它几乎不会干，它就变成稠稠的，然后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它不会干。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用到一种所谓的瞬间胶助行剂，它面向出了一样，它那有稠，它等于说你在上面涂涂，瞬间量大一点没关系，滴上去的瞬间它几乎瞬间。它基本上印了之后很接近 PC 的材质，就是
它也是吃到了硬度，它应该跟这个塑胶的硬度差不多。可是现在塑胶慢慢，因为它精密度越来越高，它用比较软材质的那个什么的那个塑胶材质，所以现在这个塑胶硬起来可能比一般的就是我们胶的胶还要再硬一点。可是磨没有问题，那再来就是简单的一个师傅讲解。我想木头是一个很好表现的一个地方，而且非常的方便，而且很便宜。我举这个例子，基本上就是车子里面附的一个木质的板块，那它是基本上没有痕迹的，那你就用所谓的十个面具可以刮出它们样子。那你刮完之后用这个滤纸再把它磨，把它推一推磨一磨之后，把那个血血把它磨掉之后，各位看得到木纹就出现了。就这样子啊，对，就是随意的刮，然后可是你不要不刮，放在都一样，因为这样刮一下，这样刮一下，这样刮一下，它就会交错出来这个纹路出来。这是你不要一次就全部一次刮到刮一半，重新刮一半，反正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全部都完全一样，你完全一样就平行线，你方向不一样，它就出现木纹的效果。你各位看得到，两个木板凳啊，甚至连那个工具、学生工具上的木柄啊，都可以做出刻出木纹，而且非常简单，效果非常好。这样后面的那个真理不会看到。那再来部分就是说，这个零件里面，后来发现的时候，它的那个套装的部分少一条倒钩，你必须把它刻出来。这个部分你可能自己要去，你要是硬把它塞进去也可以，可是看起来都非常的不可能，硬塞就可以，搞不好你会把你的那个匕首机长成两个，所以做模型可能需要用一点心去了解。再来还是一样，我上下车身差不多完成之后就要预煮，这是一定要的，千万不要说一股脑就把胶水涂上去就把它粘起来，你可能失败。像预煮马上就发现有问题。例如说这个他做的这个水位不是很正确，那你就经过几次修正之后就可以把它修正。那再来这个部分可能太高了一点，把它磨一磨之后，上下车里就是完全的，磨完之后完全的。实际上它还是有一点的误差，我是从车尾粘起，把误差全部集中在这里，那就变得很容易去把它做修正。那再来就是目前 AV Club 出的东西，只要是有泡的，几乎都有附金属泡法。那我跟各位建议就是，看起来很过瘾啊，很亮晶晶的。可是你要稍微处理不慎的话，容易掉色。那我这里我这个做法就是说，把这个很光亮的表面给它磨花，像接触它磨花就对了，增加它的那个油漆的一个附着力。那基本上你都弄好了之后，就是用一些像这个都是这个你可以到那个医疗器材跟他讲，这个比较大一点棒子就是压色吧。你可能买个二三十块，就可能五六十支啊，一支不用一块钱，所以你要怎么用完怎么丢都可以。然后用你的那个什么，用那个双面胶来做之后，我们就把它磨碎。那双面胶带是一个选择，双面胶带是一个重点。你最好不要使用粘度很高的双面胶带，那就很伤感。可是像我很喜欢用这个延州这家公司，不知道是倒掉还是什么不见了。在，它的胶带我认为很好。第一个它不会太黏，第二个它不容易脱胶。如果说你常黏完之后一拉完，残胶在模型上面搞这个要搞，这样就要花大概一段时间。在哪边还没有？在哪边还没有？没有，我有人家同学有打电话，不知道贵不知道电话。上次我买了，后来台北就找不到，然后其他的什么水电的都用习惯了。那再来就是上色时候原料的选择。那基本上我走的路线是跟那个日本是比较协同，我喜欢用拉卡西的油漆。那拉卡西的油漆基本上它是附着力最强，颗粒最细，然后基本上它容积用量很高。它就是因为现在环保的一个诉求，所以说这种油漆变得就是说怎么讲，越来越少人使用。然后几乎欧美没有人要用这种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所知道的，在运这种东西特殊有经过申请合格的船舶才能够运到运输来，就包括台湾也是一样，它可能就是那种船舶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才能做这种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颜色可能会不太好看。
可它这个游戏本身有很多优点，那这个优点我认为我想到我们要克服，就是使用这个游戏，不用习惯。那基本上不用是游戏的拉法器，那这个是水，就所有水壶，然后这个是基础引擎，那这个它的无线，那它的色表今天方便，而且它有出所有的套装式，所以用起来实在蛮方便。那你在上色之前呢，不要偷懒，就是一定要把你灰尘弄掉，因为你灰尘弄掉，你油漆喷上去，它就根本粘在上面，弄不掉。所以尽量把拿一个刷子把它刷干净，然后用那个吹气球把它吹一吹一下，或者你用喷笔的东西把它吹出来。那金属的部分，当然你要装上金属底漆，那金属底漆不需要用喷的，只用笔就可以。那再来就上了水。这个步骤并不需要。如果你是使用所谓的水浸漆，像我早期用水浸漆也没有喷底漆，因为这个东西就关系到油漆颗粒的问题。基本上颗粒越粗的，它的覆盖率越强，因为它等于是喷上去之后一颗这么大颗，它就把底漆给底色给盖起来。你颗粒越细的话，它等于那个漆层越薄，越薄的话，它底色越容易发散，所以底漆就变得需要。所以日本人习惯用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拉法器。那再来就是说，他有个其他老板，就是说，你喷完底漆之后，原来看不容易观察出来的一些缺陷，都会一一显出来。敏感，敏感会放大。你已经很注意了，喷起来它还是会出现一个细缝。那这个细缝怎么办？很简单，顺便要再一滴，不是一滴一划过去，全部吸进去就不行。所以也很简单，这东西就变得不困难，千万不要用补再去补它，用补补它，你可能多花好几个小时。那再来就是喷上阴影，事实上，旧化是传统的说法，我个人的观念，旧化不是把东西弄得旧旧的而已，不是，事实上它是要凸显这个东西的美感、立体感，凸显它的细腻。所以旧化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是应该让模型变得更真实、更美丽，也不是把它搞旧旧。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要产生一个颜色对比的色差，就像说刚才所讲的这个东西，例如说这个东西阴影就这样子，他说到三十五分之一阴影是它快要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这个阴影的部分利用颜色的对比把它显现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先在凹陷的部分就喷上深颜色，就是在底漆上我们称之为产生所谓的一个色差，就是它比较凹陷的部分比较深色，那比较凸面产生出的高光的时候应该比较强，所以底漆上开始最好就是这样。那分上一个调好的这个颜色之后，基本上各牌子可以你就看得出来，事实上是有色差，就是像这边都比较暗色，就产生一个色差，这个很重要，因为等于是你的旧画事实上应该在做底漆的时候就应该要开始。那其他的颜色包括这些炮弹啊。那个枪啊，不同颜色，你就不同的灯类去上色这样。那再来就是说吊漆，其实吊漆像好像都已经是国外发明，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作品这里你都有看到，这个作品应该杂志创刊大概两三年，就是1944年左右，就大概1946到1947的时候不做，都有看到那时候我们就在做吊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跟外国人学，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所以说真的不需要妄自菲薄，其实外国让他们进步得很快，可是基本上台湾也有台湾的怎么讲自己比较强的部分。事实上我们那时候就有在做，这个只是我持续在做这个部分的调查。那调查基本上也是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嘛，尤其上战场的东西，比较真实的东西，他碰到了之后，他第一个部分可能会刮到。可是刮了大部分不会第一次受到见底，它可能刮掉表面的漆，会留下那个比较浅色的漆出现。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比较浅色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深的部分，就是代表是说阴谋到底，它露出它的钢铁的本色。所以这个东西跟物体本身的材质设定是有关的。如果你是钢铁做的东西，当然是应该铁灰色。那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深灰色来代表，因为基本上金属色有它的限制，因为金属色怎么产生，你各位知道吗？它基本上都是用某种金属去把它磨成粉之后，加到油漆里面变成金属色。所以说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磨到很细，就变成关键，因为磨成毕竟缩小的东西嘛。
你看这次东西看的话，或许这个油漆看起来很明整啊，可能用发烫机看才知道是一颗一颗。所以模型漆我不喜欢用所谓的金属什么铁灰色啦，那就是因为你要是放大，用镜头放大来看，事实上你有更高那颗粒状，反正显得一致。掉漆跟电漆的方式。目前有很多方法，因为这个部分嘛，这个东西呢，我是用面向笔去弄的。我是说那个布，就是我试过这种吊漆，不好弄哈。我就是跟他们讲，光是说要在上面点出来，看起来很自然，因为我东点点西点点下去就点到密密麻麻。对，所以想请教一下，说有没有？这个东西哦，只能够说你多做。这个东西道理跟煮菜一样，你说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能知道为什么它煮的好吃，我这个煮不好吃，因为那个人煮的不好吃。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你自己要练习，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再来就还有其他方法。现在有一种方法是用海绵，对，海绵就是说，因为海绵基本上你要撕小块之后，你局部粘，然后你粘了之后去压它，会出现一些模组，就是这个是技巧。可是我用过，不是很好用。因为例如说你这个角落怎么办？你压不到那里压，那你可能压太久、压太多，一整太多，所以也不好用。所以笔还是最好用。那还有一个方法，像有人用过，但我没试过了。用淡淡的那个细字铅笔也可以，也可以。可是它，因为它的笔头不可能像面向笔这么尖，所以它做不动。尖锐的感觉就很难会，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是两难的问题。你要方便可能像有一点，那如果你要好的话，可能需要练一下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是它的弹药箱。那弹药箱刚开始你就是整片的喷上那个，这应该是金色，你用铜色不好看，其实还是要用金色。然后再用那个遮盖一对一连起来，然后再喷它那个。车子的颜色，然后出来就是一个弹药箱的一个效果。那底都完成之后，完成基本涂装之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旧化。这个部分比较传统上被认为是旧化的开始。那这个名字在西方称之为 wash， 就是洗。那我们认为它其实不是单纯一个洗的问题，其实它我们用到最后的结果是希望它在某些部分残留。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自洗，就是它要留下一个污渍在上面，我把它称之为自洗。那基本上自洗需要这些东西啦，基本上最常用的是油画油嘛。那有些人习惯用所谓珐琅漆，这个东西是关乎到颗粒的问题。油画油基本上比珐琅漆还要再洗。那它的好处是说它的颜色更鲜艳，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干燥速度比较慢，你比较能够去控制它，然后能够。达到该什么地方有，什么地方没有，可以控制住。这个东西，就像说很多人涂油漆涂得漂亮，事实上它最后都是用油画油来做，因为油画油要让你足够的时间去把它，比如说涂上去之后把它抹平、抹均、渐层均匀，这个东西变成说你不能干得太快，干得太快你可能涂到一半把它干掉，那就看起来不好。那基本上你要自洗所需要，我使用的就是四种颜色的油画油料。那一块软布，然后一个白色纸，洗剂这个东西你用珐琅漆的溶解，那这个是鲜明的产品，那我用了之后感觉还适合我用用洗剂在使用，那这个没有，我们用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有做杂志有签证印刷，那事实上印刷厂里面他们洗那个印刷的那个滚呢就是用煤油。那我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做测试，它的好处是说，它干得很慢，几乎所有的珐琅漆跟油画饮料这个东西都可以同时验证。那它的特征就是干，它加了之后，它会让这个东西干得更慢，你可以去控制。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它干那么慢的话，就可以跟那个什么，跟那个珐琅漆溶解来做一个比例调整。如果说你一比一的话，它干燥速度会均匀。如果说你就是希望干快一点的话，你可能珐琅漆的东西或者洗剂的部分加多一点，它干的快，就变成说你可以控制到那个你在做旧化自洗时候的干燥速度。
那再就是棉花棒，然后再就是黄皮鞋。这些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因为我这些的时候都可以设单位让保险表面变暗。哦，这个部分你既然问了，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为什么选一个什么？选一个不是那个拉卡旗，就是一个磁旗啊，就是所谓混着的一个系列的东西。重点就是刚才讲的颗粒，你颗粒越细，你在制旗的过程里面，它吸附量越少，你越容易把它推开，然后让它建成。你颗粒越粗，你都还没推它都吸进去的，根本吸不出来。哦，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得到的，他们国外的有些人用水性漆，他们会加什么亮膜？为什么？因为亮膜可以填补那个空隙，就让它洗的时候不会洗完之后比较不手抽这样。哦，所以你的底漆会影响到你。会影响你自己之后的结果。如果说你是用水性漆的话，你就要加那个稠油量，然后尤其稍微涂细一点，调细一点，在喷涂的过程里面最好喷到什么程度？喷到你表面会湿润，这个很重要。湿润之后它颗粒就越小，因为它等于是很多在一起，那它就会粘合在一起，它表面就不会那么粗糙，这个很重要。对很多人自己第一次的失败，就是因为它表面颗粒太粗。然后最糟糕的就是洗完之后，你那个油漆的颗粒，一颗一颗都看得清楚，那是最糟糕的。那各位看到，我们的做法是跟欧美是不一样的，我们擦得非常的浓，各位可以看到，我涂上去几乎是稀释不多，然后整个涂上去。那么原因就是因为说，你既然要限黑点嘛，你每次搞得很细，画了很多次，那有什么意义呢？我干脆一次弄很好。可是就是你的表面要控制得住。你表面是太粗，这样就完蛋。你这规定，你假如变成 O A 这样，又会变黑色。啊，再来，你放了5到10分钟之后，各位看得到，我们拿棉花棒，因为它里面是内部嘛，所以就比较用布去擦比较不方便。大部分可以用布擦，我们用布擦。擦之后，它就变这样子，变这样子不用担心。等下溶剂一给它涂洗之后，它就会散开。那看来就是。这复杂的部分就是开始用漆笔涂抹，那各位看得到涂抹之后就这样子，就是各位可以看得到它变得很自然，就是看起来就是该脏的地方脏，我们可以控制得住，暗的部分比较暗，重点是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颜色的饱和度就会提升，这个就是自洗最重要的一个功能。事实上，油漆喷起来会新的时候看起来很假，就是因为它色的饱和度比较低，那你自洗完之后。油画里面的颜色会带进去，它色彩饱和度会提升，看起来它的真实感就会到你的皮肤上。各位可以看得到，洗完之后就变得很自然。那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木纹，就很自然可以呈现出来。那再来部分就是用锈钢的部分，就是理论上你如果说掉漆之后露出金属的这个底层。很快它就会生锈，那我们就用粉彩方式去做出那个锈钢出来，然后它基本上是粉彩配合油画用来制作。我的做法是这个，很多国外的做法也是这么样的。如果用这样做法，很适合我自己，如果做出那个锈钢是垂流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是零件已经上过色，你旧画旧画好像泡烂的话，做好怎么办？怎么粘它？用一半的凝胶涂上去之后，油漆会剥落，而且你发现很容易零件会掉下来，为什么？因为油漆会把那个模型胶的那个粘合的效率降低，因为它等于那个胶溶剂先去溶解了漆层，消耗掉之后没有溶解到塑胶，所以塑胶跟塑胶不会粘合在一起，很容易再掉下来。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什么？用什么板胶？就是台湾。他接近什么？接近台湾的老树脂，简单就是这样子。我是邻居啊，你跟他讲白胶，他就要。那我用的是美国，美国它是个品牌，它有许多好处的。这个东西这边大概先不用谈，台湾这个东西在台湾买不到。然后你粘上去之后，你放心，这样你很牢靠，几乎不会掉。用瞬间胶，这样你就可以。那再来上下车比较粘，那你这个部分你。可能比较不适合用干的白胶，或者是说那个瞬间胶。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已经上要粘合的部分，如果有上到油漆，最好把它刮出来。
那我联合社刚跟各位讲，从车尾车尾量起，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它车尾上下车身会有大概有零点几米的一个缝隙。那那个缝隙我的想法是，我车尾抓起，把那个缝隙推到前面，我前面用胶板直接补就可以了，不用。各位看，旁边外侧这边出现一个缝隙，一个断差，那我用零点三米的胶板直接填就行，这样完全不需要用。对于弧度，我刚才跟你讲。传统的护土有很多弱点，第一个它你要等它干，那你涂的部分就变得很曲曲不平，那磨完之后它放久又会缩回去，又缝又跑出来，所以那个用那个东西真的是很不理想。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这个或者顺藤胶把它补起来，一劳永逸。好，那最后其实我里面还是有线上面那个模型胶，最后再用顺藤胶再补起来。所以我现在我做的东西哈，放了再久大概也会零件掉下来啊，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粘合非常的好。那再来就是说，你发现说你有考据的话 ，AP Club 再磨还是反应一输，这个部分它凹陷没有刻出来，那你把它补上去。那做法就是用刻线刀，那配合这种所谓的就是说标签胶带，就是以前你可能要贴什么那个。一些硬的东西啊，再打一个那个名字贴上去，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你要怎么用的话，你可以把它对齐的时候，你在上面直接当做一个定规来使用。那再就是简单的改造，各位可以看得到我的改造没有用线怎么使用。其实你只要怎么讲，能够活用一些材料，事实上你不用花什么大钱。好像这个。像这个气泡线，你只要电子材料买行买的话，它最新从0.2、0.3、0.4、0.5、0.6、0.7、0.8到1.2、1.7到2mm 都有，所以你可以非常整齐的把这个线准备起来，以后你几乎需要什么改造棒，你这钢针都可以用得到，都可以拿那个线来改，很便宜的，一卷才应该20-30块吧，就是一卷。那再来就是用0.3薄片的那个底片，这个东西是之前有一家小厂出的，他那时候一张卖薄片才50块，买一张用了十几年还没用完，那你切一条来做，就做这个扣板。现在这个有出十个片的，当时没有十个片，我就直接用这个扣板来做一样的用。那还有这个吊环也是一样，这个吊环也是一样，因为他没有分这个零件，我就用这个十个片，就用这个就用那个底片自己来做。一样可以达成的。再就是所谓的那个链接式履带，事实上链接式履带让大家怎么讲，就是又暗又狠，它很精密，可是事实上它增加组装的不难，可以增加把握。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像这个履带，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胶板，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装那个组装台之后，装起来是不可以加的。那内部涂完之后遮盖起来，就开始做外部。基本上外部的做法跟内部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可以花太多时间。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有胶圈嘛？那用什么方式去做？很简单，你就买个圆规刀，用那个胶板量好之后，直接切出来之后，直接就可以遮盖。这样喷起来之后效果非常好。那现在这个东西也有人把它做了实验了，可是我认为你用这样做就可以了，又不需要花那个钱。上机的色，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牙签可以用。那这块这块木头，就是我们那个什么鱼板的，鱼板吃完之后，反正你任何材料都可以拿来使，只要你适当的使用，它都是很好用的工具。那再来就是说喷泥彩，喷泥彩的话，事实上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东西是比较困难，尤其你常看说明书，一边看一边喷老半天，常抓不住。那比较好的方法是说，你可以用铅笔、色铅笔。细细的画那个泥彩线，因为我画的很细，所以这边看不太出来，这边大概看到绿色。那我大概会在这个色块打个绿色叉叉，就是我绿色的这一块。那为什么要用色铅笔？万一说你喷完之后，还有残存一点，橡皮擦就可以把它擦掉。那如果说你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子，很多人常讨论到这个问题，讲说什么颜色才是真正的标准色？什么标准德国乌龟？标准什么三色泥彩？什么叫标准？基本上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专家他们最终所讲的东西。可是我不是专家，
可是我认为你既然旧化之后颜色会改变，就没有所谓的标准色。那基本上标准色什么时候会出现？就是你车子新车出厂之后才有所谓的标准色。你进到战场之后，你经过风吹日晒，颜色变化，或者什么长锈盖什么的，之后颜色就不一样。那可是各位可以注意得到，各个名家哈，他们的做法就是为了要展现那个以旧化的效果，他们其实都把底色调浅。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浅色系的情况之下，你的很纤维的系颜色变化才看得清楚。如果是黑色很深的，你再怎么旧化老半天，它还是黑。所以颜色调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技巧。你要是不知道调，就按照什么说明书上的标准色去调的话，那你可能喷出来的东西都要你死。各位看得到，喷完之后基本上颜色非常明亮，因为旧化之后颜色会加重，这是必然。所以你可以调浅。那各位看得到，你只要买一个很像的，你要是有画出来或是没有喷到的，那个清楚的画那个线，你就会用很像的方法擦。那再来贴贴纸可能算是一个挑战，可是基本上哈，贴贴纸一个重点就是说，一定要有贴纸软化剂。那做法很多种，飞机比较少遇到这个困难，因为飞机大部分他们都比较趋向于半光或是亮面，只要是半光或是亮面贴纸都很容易贴到纸贴。那如果你不是半光或是亮面的话，你必须要有贴纸软化剂。那 Modelas 这个软化剂非常好用。可是他已经把公司已经倒掉了。那现在好像田宫也有出一种强效型的软化剂，因为贴纸的学问也是很大，就刚刚说他用的那个透明膜是什么样的材质，站的边硬的，然后它也是印在上面，是印在下面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你只能够尝试的去把它克服掉。那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就会像这样子，会看到像它像是贴纸，它会像是画上去。所以很多人强调说啊，这是用喷的，事实上你贴纸如果处理好，它就像画上去看得出来。那如果说在做过这个后续这个步骤，其实贴纸贴上去之后干燥，你就要上一次的保护漆或者消光漆，目的就是保护我后续处理，我用很强的东西去洗它，不会把贴纸给洗坏掉。还有就是我要统一车身跟贴纸的光照，所以用一个所谓的透明消光器来喷它，喷完之后你更是看不出来。那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啦。以前我是用 C30 加 46BPA 的一份，它基本上就是几乎是消光，也不会成反的。可现在它已经出了一个色号，新的色号是完全就是你用完就直接喷，它就是完全消光了，不会反的。那个色号，抱歉，我忘了，到时候查一下，我也是用打来查。事实上，现在就不需要像这样，你可以直接买那个色号。再来跟刚才一样是旧化，那基本上也是自洗，也是一样。各位可以看得到，我们都是用很重的自洗，自洗完之后都要喷一层消光漆，因为其实自洗哦，很多人矮石就解决了，事实上也是，你可以很多层，不够一样也可以补强，甚至你可以用过冬，你要用什么颜色来补强，增加它的色彩的丰富性也可以。反正记得就是你洗完一次干燥完了，你再喷层透明漆就可以做第二次的处理。你处理到你满意为止，而基本上就是你处理越多次，它颜色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最好是大概是两三次之内把它搞定，你不要洗个五六次，总是被黑色。那再来就是上泥巴，泥巴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很早，你看我们这个时候都已经在做泥巴了，也是在做泥巴。那做泥巴的方法很多种，那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找到的方法，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我并没有人才。我用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美术材料卖的，这个称之为亚克力戒指。亚克力戒指基本上有很多种，那我找这种亚克力戒指基本上是消光的，它里面是白色。那为什么要用水电机？因为它这个也是亚克力系的水性的，所以它跟它是完全密合。那亚克力戒指它的最大好处是说它的粘着性很强。如果你把沙子混到这个东西去涂老半天，你等干了之后沙子也掉下来。加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它就眼睛就上去了。各位看到，我是用搓揉的方式就涂上去的，然后铝带是用搓揉的方式去做。各位看得到，我这种做法就是说，我等于是跟真车一样，
侦车完成上色之后到了战场，泥巴是最后才粘上去，它不是上色的时候粘在人家上面，不是。很多人做法是先把泥土弄上去，然后再上色。那种做法你发现泥巴就不会是。啊，这你最后那个颜色跟它也是一样的质感。啊，那各位看得到我们这个泥巴，甚至可以控制它的分布，还有它的厚度。因为我不习惯用，他们常喜欢用那种重旧化的方式，涂的整个轮框都是泥巴，看起来好像啊好像很真实，但是让你发现一个现象，它的细部全部被盖掉，然后你看不到细部。那我的做法就是要保持细腻。那事实上，我泥巴弄完之后，我一样可以用油画颜料来加深控制它的颜色。我甚至你要湿润版的话，你还可以用加一些透明漆下去，让它产生光泽，然后让它产生一个就是比较湿泥化的感觉。好，那完成之后我就开始要造型的部分，可能就这边的谈下去，可能不知道讲多久讲不完。那我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站姿好了，就是人形哦，各一些杂物。那设定一个你要的一个情景的一个大小，那基本上这个东西是就属于珍珠版。那这个东西是比较难买到的，你跟各位讲，这个不好买。比如用保丽龙也可以，跟保丽龙的缺点就是它，因为它材质，其实保丽龙跟珍珠版事实上只是一种发泡程度不一样的一种材质。这是低发泡的，就是称为珍珠版，它硬度比较大，你可以切削。那保丽龙的话，你切削它会掉颗粒啊，材质软。你要切掉完一样，它会扁下去，这是比较不理想的。像这个美国的，像这么厚的玻璃板，可以定，好，那就台北我不能多加。后来这个是森林老板帮我去买，他买的时候是买跟那三家板一样是不一样，然后包9×9跟，对。哦，可是你们学校这个附近需要它，它很重要。对，大学一个五级的设施的话，我建议买。那我建议是买用珍珠板，不要用保丽龙。保丽龙实在是清理做完之后不是很麻烦。那这个东西弄好之后，就开始做情景。那清理的工，这个工我先不谈。哦，因为情景再讲下去，真的讲不完。因为这次通篇大概有100，差不多150章，又讲到又讲。啊，那我就。这个时候直接跳什么？杭州整体是这样子，所以说，只是各位看到情景，其实它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军事车辆战车看起来是很低的，中年钢弹也是一样，摆成一个坐板，看起来是这样，它总是缺乏一些什么，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基本上你配上一些人形战的话，那个东西看起来就更有诚意。那像这些杂物看起来更有精神。那如果说你照相技术也还可以的话，拍起来就更正了。那这个东西，这个怎么样？我认为做东西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这个，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创造，独一无二。你不是什么谁虚，花个钱买一个就跟你一样，不会。这个是完全是你自己想，就发想出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制作的过程里面，你会学到很多，甚至你会得到很多知识。那我感觉中国人最大乐趣是在这里。那各位看得到，车里好好坐，是在看的就是过瘾。那这从侧面看过去，这个窗户就做打开了。各位看得到这个地方，那这边给各位强调，各位看这个，这是所谓的那个不动式的悬挂的特色。这个如果这个图你能出来，就是你车停在一个区边路上，然后身上。那个感觉就会出来，而且你不会假装，只要放上去，靠它自身的重量，它就是一个特别的点差。那当然要配合配置，如果是一条是一条，对，啊，这是内部。各位，刚那张照片是因为没有消防把关很强，它的这个后面，各位看到现在后面感觉，枪也是一样的。你刚讲的冰，那这个就是冰啊，这个是树脂冰，因为什么？因为冰事实上是用。重要的不好涂鸦，那事实上冰的部分也还在人形的部分尝试在研究各种方法。那可是现在年纪比较大，就做的速度变慢，就进步的程度就比较有限。那各位看得到，你爸可以好好举例，各位涂的到处都是，没办法。那这个东
那这个电线杆，这个部分就直接采用那个行业为主那个镀标纸，你只要把壳面剪下来，然后把它削光，背部给它上点颜色，这个东西不用花什么钱，那这个东西就找适当的那个吸尘去把它绑一绑。那这个根，这根应该是以塔类的那个电线杆组，然后做的也是蛮有效的，东西又很便宜。各位看到泥巴的，这个泥巴是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做出来的，不是说很多人做完之后他弄上去之后。就是太离奇了，然后不知道，然后最后才知道。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细部都一清二楚，每个螺丝都看得一清二楚。好像开机板的生锈，没有东西。那这个新品讲的就是基本上就通包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清品。这个精品是比较没有故事性的，那其他这个就很有故事性。我这个部分今天我比较没有准备。那既然我讲了那么多，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做没有很困难，其实是不容易的。这个东西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这样讲，我想说，挑战喜马拉雅山大家都知道，可是没有几个人做，可是没有关系，我们挑战为了喜马拉雅山，我们可以爬比较矮的山，那一样可以，可以享受其中的乐趣。所以我刚才所讲，做你一个必要的挑战，设定自己的目标，你并不一定要跟某些人比。只要做到自己快乐，做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就可以。